上次用那个他准备会加呢。没有吧？想再加。怎样？要好再做。有五十万啊。五十万啊？嗯。你要给我啥子做？有。包开的那个不是蛮慢的呀，我早起来到都是上马天。过早一点。加多少时间做？6:00。6:00啊？嗯。现在弄到不干，不接多少个？来嘛。接差不多10钟呀。到。还。7:00到8:00。平半呢？平半8:00。对，不等待了啊。感冒了。对，你要吃什么？口罩。嗯。对，那我先弄好，然后那个对，他好了呀。刚刚就那个，他准备回家呢。没有吧？想再去啊？怎样？要好再做。有五十万啊。五十万啊？嗯。你要给我啥子做？有。包开的那个不是蛮慢的呀。我早起来到都是上马天。过早一点。加多少时间做？6:00。现在弄到不干，不接多少个？来嘛。接差不多10钟呀。到。还。7:00到8:00。平半呢？平半8:00。对，不等待了啊。感冒了。对，你要吃什么？口罩。嗯。现在你在我身上呢，你要在哪里？我看到了。那种啊。那个糖是不到的。没有。有啥感冒呀？好吃，你都刚才有讲。你呢？什么吃啊？没了。你好在做？有呗，半桶呗。半桶啊？要些身体都这样，不到你还到处想吗？天。知道了呀。天，那个干锅也做那样。那个嘛。这大生嘛，要吃到过节，开个电视这么多呀？我那个重要哎。我要专门寻找吃呀，很多不得健康搞，黑色个晒，黑家里面晒，那么辛苦做啊，多啊个，天哪，多少钱包呢？那不健康搞呀，黑毛晒很多，很辛苦的天哪。没有加，想要去啊？
你好在这儿，你好在这儿啊。我当年在东乡那边，人家要不干，没得干呀。在这边是冬天呀，在湖南这边。来呀！今天都不干多一阵了呀！来干嘛？
打算买一只小公鸡，看到电视上面多呀。Kau isyam tu banyak ke ya? Cik kerja mah? Kau kau tu mah? Kau cuma banyak ke sana ya? Siapa? Kau tidak rong ya? Tadi tak kau isyam siapa? Kau tahu tu rong? Kau siapa? Kau siapa? Kau Tak tahu tu, ni tu sudah siap sana.